今天的任务很艰巨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53。哇，这太不公平了！你是打一群，我只能一个一个打。你攻速比我快。这次我们要打的 BOSS 托亚，本身不算太难打，但之所以开黑这么久，仍然没被打掉，就是因为打 BOSS 之前的步骤一环扣一环，琐碎不说，还有时间限制。我们可不能失误啊，小唐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去。这小唐和叶哥打农药打半天了，哎，配合还蛮有默契的嘛。不过以前小唐姐都是跟我们一块玩的，怎么现在就知道和男的一块泡网吧？继续。出于所谓。前面两个，小唐，加速。小唐，果果等一下。小唐，来个天机。好。好。小唐，得加把劲儿。附近开了一家蛋糕店，听说特别好吃。我们一块去呗，有空就去。小心身后。怎么了？有几道题我做不出，必须你出马。你教一下呗。当然可以啊，要不你先记录一下，我稍后统一给你解决。嗯，来继续。天天玩。哎，我请你来是来打荣耀的吗？啊，还不快去工作。从今往后陪小唐练习，提高技能，就当是工作了。哎，往左点。臭小子，跟我玩阴呢。删除。别。干什么？这我手机。干什么？谁让你录的？果果。小唐。我们一起去吃点什么，玩点什么，做点什么呗。我请客，走嘛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我们现在在刷副本，一会儿再去，好吗？往退。放大招，注意血量。再写。战队的训练强度和难度不太适合你，先回训练营吧。提高技能水平以后再回来。我叫乔一帆，是微草战队中的一名刺客。我是一名职业选手，一名考核成绩永远垫底的
从来没有上过赛场的职业选手。英姐，过来一起拍照啊！快快快！哎，英姐，一帆去培训学校了，估计也很难回来了。这个位置留给我们吧，你们都让开点，让我跟未来的队长接班人拍张帅气的合影。求给你，怪，那明明是我的怪，谁打赢算谁的。大家休息十分钟，接下来的 BOSS 脱亚可是一场硬仗。刚刚不是说不难吗？这是按十人标准设计的野狐 BOSS， 难度不高，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。坏了，这君莫笑在做 BOSS 托亚的前置任务，这已经做到最后一环了，不出意外又是一个首杀。是吗？全体队员，十分钟内训练室集合，紧急训练。这次训练的表现会纳入本月的考核成绩，缺席者本月考核成绩零分。哇，什么训练这么夸张，缺席就零分？那这么说的话，我好好表现是不是就可以首发了？走，赶紧训练去。走走走，走了，英姐。你好，你好，